要两点大几吨嘛，每百块系列都六单块叫细微，但60的菜就得买百块系列都个超低，东东叫细椒，要两点大几有个外国不是会为欧克塔五毫米个表示话嘞，但60的菜就得买百块系列都嘞哈，我都把那20的贵人那个呢，如果买了可能一年一天一节用的嘛，就得买百两椒，两点大几有个外国不是会为欧克塔个数了哇，要两点大几一吨嘛，这也红得买他嘞不得牛奶，漂不牛奶呢，没五百牛奶多嘛。啊！在60年代，吸毒的也就在美国，现在我们现在会个越南也要搞油压嘛，皮皮。在前20年都没有那个了，现在我们现用的嘛，就在美都要比那嘛皮巴嘞。要人的大吉嘛，巴蒂20年都巴蒂先变嘛皮皮。这里不过啦，故事来了，16要呢，速度帮故事来了，你要俺现在都要，我要先变嘛皮巴嘞，看见？